你好，我是苏培军。今天的主题是永久地契，匠心之作，代代相传。为您介绍 Mayer House。如果待会儿您喜欢这视频的话，请点赞并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这也让我有更大的推动力为您设置更多的市场信息。好，那 Mayer House 呢是新加坡首创，拥有私人独立门厅与专属直达电梯，56间精致奢华的华宅，坐落于麦雅路上，与静谧的公园毗邻，周边环绕着有地住宅，地理环境优越杰出。 Mayer House 为每个居民提供优雅奢华的生活享受，郁郁葱葱的花园景观延伸至临近充满活氧绿荫的公园，广阔的视觉空间从阳台向外拓展，让心灵自在徜徉于大自然。花园阶台往下延伸至流水庭院，清新爽朗的气息洋溢着 Mayer House 园区的每个角落。富有设计美感的特殊百叶窗立面，除了标志出建筑的高贵典雅，也体现了 Mayer House 注重每户隐私的设计精髓，精心打造了与大自然共生的美好居家环境。明亮舒心的接迎大厅位于底层，在富裕的花园与波光粼粼的水池之间，走过蜿蜒其中的曲径，即能抵达私人独立门厅与专属直达电梯。所有次卧公寓与顶层豪华公寓的专属停车位，距离其门厅与电梯仅有几步之遥。 Mayer House 竭力让每位居民都能享有更舒适惬意的顶级享受。接待处聘有礼宾服务人员，无论是预约餐厅、交通接送与打理家务等等，皆能随时提供个人化的便利服务。Mayer House 是新加坡第一个让每户居民都享有私人独立门厅与专属直达电梯的建筑方案，提供了极佳的隐私性与独一无二的豪奢感。所有次卧室公寓与顶层豪华公寓另设有专属停车位。Yalbu Pusselberg 在 Mayer House 的室内设计上，完美演绎出一贯标志性的高尚优雅。设计师精湛的以浑然天成的朴质为发想，诠释出无与伦比的当代奢华。亲手严选的品味家饰与装潢，以和谐的色彩与相得益彰的纹理，交织出高度美感的居住空间，展现家的温暖美好。至于优雅迷人的花园景观，我只能这么形容：蓝静熏幽佩，槐亭落暗金。大自然以变化万千的色调与纹理绽放风华于 Mayer House 的园区里，顺着曲径漫步，令人愉悦的惊喜接连出现：安静的阅览室、隐蔽的小隧道以及波光粼粼的浅水池。在这里您可以尽情享乐，也有一方天地让您的心灵获得休憩之处。 Mayer House 最缤纷的迷人花园与丰富的公共设施皆位于此，这个舒适齐备空间足以让您无拘无束地放松身心，尽情享乐并找回真实的自我。Mayer House 竭力将最好的设计与质量呈现给您，打造一个真正具有归属感的家园。我是苏培军，是开发商指定销售团队。Mayer House 拥有大户型家居，面积从近2000平方尺到3000多至5600平方尺，让您选购。请致电96971131询问或预约参观展示厅。希望有缘与您会面。谢谢。